今天来完成我儿时的梦想。他们的车来了，这是 drift car， 后面有大家带着。今天来完成我儿时的梦想。我从小啊是看头文字D长大，我看完他所有 anime 版本，所以我从小对漂移会有一种憧憬啊，就想要去 try。所以今天是我的初体验，然后今天车在这里，现在把它拿下来，然后这个叫阿聪的老板，那等下会给我驾他这辆车去漂一下，然后教我怎样漂。所以今天期待期待期待 ，OK。所以现在是他们第一辆 truck 到了，等一下应该会有第二、第三辆。等一下会用这里的这个场地来去漂，你看上面有那种轮胎印吗？啊，这个场地不是随便拿来漂的，是要租的。给他们问的话，几千块在那边租一个半天早上这样子，所以是在安全的场地去做这个尝试啊。所以今天又是一个完成 bucket list 的一天，所以开心开心，兴奋。OK， 等一下拍给你们看那个精彩的细节。Oh yeah， 雷了雷了，飞机要起飞了。太爽了，一直在开拍前面。来，给你，给你，到你，到你。哇，你的头发都乱掉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赞。上一次我们这个叫阿聪啊，其实我们上一次有一轮我们去云顶狂怪，那时候是叫法拉利，我们没有拍到，因为那时候下一次有机会我再拍。哇，可以讲他跑车西北快，然后又很稳哦。So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 weekend 男人的浪漫。哇，爽了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啊，讲等一下要给我做 donut 哦，看可以不会成功。game 我是有玩过啊 ，game 我是会的，现实问我会不会，梦是不是一样啊？会不会差很远？现在要 try 他的第一次 drift， 加油加油！送豆腐啊，来，不要掉渣，我都好怀疑送豆腐了。第一次 first attempt。这个一定要学。
卖里面去了，卖里面。你们要歇得着哈。就问你们现在是什么感受？如果。如果你也是喜欢漂移、喜欢车的人，你看下面写漂移漂移。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，以前不是有讲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，2012年我应该是差不多14、15岁啊，我忘记了。2012年我说我怕死哦，真的是2012年世界末日，然后我死掉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满18岁，我没有在驾车，而那时候我又看头文字 D 长大了，就很想要可以驾车，很想不要这样快死，要先驾车先。人家不要死是因为还没有结过婚，我不要死是因为没有驾车。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跟荣幸，真的是可以自己去漂移，真的是完成我的梦想啊，还有我的 bucket list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喜悦跟你们分享一下，记录一下，这个东西是没有第二次。我们另外一辆车到了，哒哒哒，哇，这辆车更帅。这是你的车啊？哦，原来。他们今天准备要烧掉的轮胎，全部在这边，全部是拿来烧掉的。他的那个打压屁就不该烧掉，看不出是学生哦，以为是教练在讲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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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厉害 ，nice job nice job， 厉害。平时是开保时捷来漂移的，这师兄。从保时捷开始学，从保时捷学到变 monster。来到 Anson， Anson 漂移，完成我儿子的梦想。现在到我的段了，然后还要教我怎样去做多呢？对，我教你呢，就是你的轮胎呢，就站在cone的旁边，然后我的胎是你看，一度牙，然后是一度牙就可以了，小的先。踩着，吊它的油门上来，都可以吊到4-5千转了。说当它的油门上4-5千转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就开始摆，摆的时候你就会推到它的屁股飘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油门就开始放一点点，没有放完，放一点点，然后这个时候一放手，它就会反打，反打过收回来，油门还继续使油。OK OK， 这些全部都是，前面这样的东西好像是放在那一瞬间吧。
就感觉如何？哇，厉害耶，一学就会啊！老师教的，老师教的，两个人哇，太厉害了，完成我的梦想啊！厉害了吧？这两位大哥太厉害了，一学就会。直接给出来了，不错。可以买车了，可以买车了。强大让自己能够赚来的靠自己手，爱的人靠自己手，一生要靠自己走，活着得抬得起头，想要得到人生胜利，坚持不放弃，内化成金，拥有坚硬的心。